日本前月十五日正发布为一份报告，也就是2023上半年，日本的外国观光客人数台湾超过177万人，打天日。韩国消费的冻果窝将天日贵超太多384亿台币，打天日。在外日本人来到台湾观光的人数上半年是百分之3%。面对台湾日本交流暗热烈，双方超确定九月十五日爱妥东京举办台湾 Plus 2023台日一周年的活动，同台湾的客家音乐、韩国美食直接送到东京去。台日之一周年，不代表这样对吗？日之一周年代表台日文化爱走前进。台湾 Plus 在东京。山野公园举办，是一个能够体验台湾文化的精彩活动。三网点中文当初经宣传，今年就会办提醒人给台湾 Plus 2023台日一周年内里发通，一盘一台棒，有多年出圈文化的台湾，系当有代表性嘅客家音乐、美食、美名言外交，一定冲一位，一百每部听得启动日本。歌手王子贤同台湾客家同演出民族文化，去到日本直接唱本民众堂，还有超结束的浪漫台神圣仪式，当地人上的神庙，今日目朝也到合掌握手，每部去到东京的舞台，有带到日本的嘅产品，包含到合掌同重要的东方美人茶，用冷泡茶、浪泡茶的方式跟大家分享。另外针对到台山县东道的水果像个柑橘做到啤酒分太假。疫情过后，同一民间上富起旅游，再个创下新高。台湾当有代表性的文化直接去到日本，而本行的东日本民众有来台湾了解同理。好新闻，蔡依菲副粉丝台北报道。